好怪嘅。總言之，天氣我一轉咧，就開始咳噶啦，一咳就咳半年。咁我都應該係飲咗半年後開始就冇乜咳啦，自己停啦已經係，跟住就要飲就調氣就比較順咯，即係唔會話咁氣促啊。咁唔係 keep 住繼續飲咯，每日飲一包，倒落個樽嗰度，1000毫升咁樣啦，倒滿佢再跟住再侵水咁嚟飲咯，純粹保健嚇。